裤裆破了，一定要跳出来啊！我就试过了，菊花，对，差一点菊花都看到了。菊花的毛你也是都就夹起来。各位续新闻的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们是曹猛，我是蔡一杰，我是蔡一智，我是苏子威。我们最会玩的就是游戏，在台上有默契，台上没有。曹猛暌违13年，将在台开唱，这回来接受默契大考验，看看相处38年的默契究竟如何。真的有手出来吗？通常每个人呢都很少会自认自己对我错这样的，我会。有一些人呢就不会，有一些人我跳错，人家都不觉得，哎，他跳错了，这样不会的，因为他太好看了。跳错经验通常就是，比如你踢腿太大的时候，裤裆破了，一定要跳错了。他的裤子是从这里跑到那里，整个十字就打开，失败化。菊花，对，差一点菊花都看到了。我讲不出口，就夹起来，夹起来收菊啊，收集，就不要给大家看到那个菊花，不可以随便给人，对，不可以的，开花，对，那个时候都春天了。哦，所以3月是不是可以？演唱会是春天哦，危险的季节。危险，这个动作我没做了好多年了，就是以前有做过吗？没做了20几年了，怎么会呀？哎呦，你两兄弟怎么这样子？他身边满都是妹，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两兄弟从来不会拔，因为那些妹就靠近我们自己，不需要去拔嘛。拔是什么写的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就是写位而已。是我自恋呢，是一件好事，因为你自恋呢，你对自己呢，对某某事情都有要求，所以我觉得自恋是非常好的。爱漂亮，爱美，就是他们两个都很注重。我不是爱，啊，我是美。我知道，我哪里爱啊？我知道，我不想，但是她真的美吗？看到的吗？你看他们两个，多好看啊！我不需要镜子叫我不需要镜子，千万失礼的事情。他什么毛我们都见过。对啊，你看得到的用你最多，看不到没有的。我们以前是一同住的嘛，所以我们从小到大，我们怎么不知道呢？每一个身体最多毛肯定会知道的，菊花毛有没有看过？老实说，我觉得呢，年纪越来越大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现在很不喜欢毛，我也把身体有毛的地方都剃了。杰哥，那冒昧请教一下，你刚刚说的菊花的毛，你也是都？菊花没有毛，我没有毛，菊花本来就没有毛，它是植物来吗？有叶，对，有叶，菊花只有叶。应该是他要求比较多一些，应该是你了，有原则吧，通常都是我们两个让他哦。比如说家事部分呢，现在都不知道啊，用人了。我一个人住嘛，那我出了门之外呢，我用人就一个人在家里嘛，他会今天他做过什么，比如说擦玻璃啦，这么闲下去我已经什么都好了，然后就发照片给我，擦好了。我的佣人也蛮疼他的，我怎么疼他？我会比如说我去了某某地方，就买一个东西给他。其实我有时候在想，其实我去外面赚钱是赚钱回来，我好像是佣人，他会海景啦，怎么他这每天谈咖啡啦，这样。
有时候他煮饭给他吃，真的假的？对对对对啊，你说的对，我会前期他做的不好吃啊，差一点点味。哎呦，缺佣人吗？缺佣人吗？对，真的要做吗？有什么要求吗？要美了。啊，那好，这样可以吗？可以了，可以了，身材要好了。要穿那个比基尼了，哇，你能不能啊？佣人在家里就玩好大。嘿嘿，再来靠曹猛记忆力，请你依序排出这四首经典名曲的发行顺序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人家问是哪一首歌先的吗？我都跟你说，他没有带，没有带。你说顺序吗？对，顺序。第一、第二、第三、第四。对不对？但是他年份完全没有嘛，人家说不要年份，只有顺序啊！你们两兄弟干嘛？玩这个游戏？不要吵，不要吵，吵我就是这样的，常常就吵架。你有听清楚吗？我当然是有写啦，有写啊，年份呢？打完全不一样。第一个是《忘情深八五》。他是1991，一杰哥是答对的，因为他第一个《爱情嘉年华》是1991，还是差三年，《爱情预兆》第三名。对呀，1994，对吗？哎，好厉害！拜年是1990。差一年，差一年，哎呀，我错了，四哥全错，刚第一个答完，超级有信心，全错，应该是这样。他没有带，对啊，没有带。正常版的，正常版，然后性感的。你播来听听。性感的正常版的，你自己觉得？我知道，但是我都要用感觉嘛，没感觉怎么挑了？要生气了，要生气了，不要闹事。怎样？怎样？